想看，你们想看谁？你们想看谁？我想看霍建华。哎呦，对，很喜欢。你敢说自己像霍建华皇上？这不容易耶。哦，哎，霍建华最近演很多帅是《如懿传》，《如懿传》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咱们直接就看看他的真面目好了，三。二一，霍建华，有，有像点，有像，有哎，对吗？这个比小优好多了，一直嫌弃我，是帅吗？帅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个第一次有人说你长得像霍建华是谁？第一次的话是我的朋友，你的朋友，对，他是说。每个角度看得很像，其实是哎，因为他鼻子也挺，然后嘴巴也薄薄的，就跟霍建华浓眉大眼，尤其那个深邃的双眼皮，然后鼻子也够挺。可是你本身是什么工作啊？我的职业是健身教练。哦，那你卖课程应该是完全没问题吧？女生学员比较多一些，是不是？他有对你示好吗？哎，这一点无为啊。对啊，你会不会可以入戏啊？如意，用力一点，如意，努力，肌肉型的霍建华。是有一位学员啊，因为他本身很喜欢霍建华，对，那看到我本人，他觉得我很像，那就是他都会帮我准备晚餐，对，那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我的晚餐是不用自己打理的。哎呦。对的，好臭屁哦！这也有优点，也有缺点。只要是有男朋友的，男朋友绝对不会让他来上这个课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没办法，人家的老婆太帅了，单身的可以。我有一次是在搭公车的时候，对，然后被偷拍。那时候因为很热，那我是穿的背心，对，那因为自己本身有在健身哦，所以就被偷拍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上到一个同志圈的社团啊，对，然后后来我是怎么知道？到的呢是透过我同事的学生哦告知我这件事情的，对，那我自己有点进去看，然后结果哦留言人数还不少这样子。啊，他有没有过来上你的课？是没有了。抚摸你的臀部，是没有没有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方需努力。是没有没有。他好害羞哦，但是帅哥，是帅的，像不像没关系，就是。我觉得这个相似度，我个人给75分以上。有，我觉得有八十，越来越好了。好，那就吴彦祖也有一点，吴彦祖有，如果对他眼睛眯起来的话，有没有微眯就有点。对对，很多人都讲说啊，比如霍建华这种帅哥有没有说长得像他？一出来连基本的帅字都达不到，他是算有帅的，有帅有帅，身材的健壮，对不对？对，想必林心如也会喜欢。现场有林心如吗？哎，那就真的很健壮啊，没外人。